很高兴为大家介绍西德机器人摇臂的五大优势。那第一大优势呢，就是启停防抖技术。我们的西德机器人摇臂在启动和停止的时候，画面都是非常平稳的。大家请看画面。第二大优势是曲线运动。那西德机器人摇臂可以走多种多样的曲线运动。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L 型的曲线运动。学及动力学防碰撞技术，首先给大家演示的是光学防碰撞技术。接下来给大家演示的是动力学防碰撞技术。第四大优势是冷眼加谷歌动画识别功能，接下来给大家演示一下。这是开机2秒即可正常使用。